Hello, hello, good morning, everybody. Good morning, world. 今天是七月二号，星期二，好快哦，又过了半年，2019年就这样到了下半年。然后这一次是打算去印尼，跟我身后的这些朋友。Hello, world. 打个招呼。Hello, hello, hello, hello.After all finish, 现在 checking finish, 然后 breakfast check finish, 然后在等八点的飞机，然后现在是在安排这一个 TikTok dance, 看他们要不要跳啊。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沙巴呀，第一次去印度尼西亚，包括在这几年里面，我在新加坡三年多了，然后是第一次来到飞机新加坡的飞机场。对啊，哇 ，amazing。Everything got inside. 我们2个小时半从新加坡 fly 到 Surabaya, Indonesia, 然后现在还要转Surabaya 这里还要转一个机到 Aceh Airport, 大概是花1个小时，但是今天可能就有点迟，可能delay 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很赶。所以第一次到印尼，让我比较想了解的就是这里食物的价钱，所以刚好在等待他们办理一些手续的时候，我都是看着这里的食物价钱。Mr. Bread Sandwich, Beli Tiga, Rupiah, 10,000 equal to Sing Dollar, maybe $1, right? 挺便宜的嘛。Hello, hello, shuttle bus.哇、哦！从早上7点、8点开始赶飞机，赶到现在3点，太累了。怎么第一天就觉得很累？哎，有丢！真的太累了，然后去吃饭。吃了回 hotel 睡一觉，今晚凌晨12点开始我们的一针开个之旅。这是我们是前往巴尤瓦尼一个非常乡下的一个地方，这里都是这样一个哎，到处都是稻田，我觉得。那你要放 YouTube 吗？ Yes. 你要放在 YouTube 的。然后今天的晚餐可能就在斯哥德蓬博望，是巴尤瓦尼一个非常小的乡村里面，然后他们的食物也非常的有乡情，很开心。你看现在是印尼时间傍晚6点，但是这里的6点的话已经是漆黑一片，然后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冲完好，冲洗了澡，然后换了衣服，吃饭吃饭 ，dinner。今天这个行程呢，可能有一点点的大意，因为我忘了去 check in 我刚买的鞋子是不是适合我自己穿的，结果穿了那套check in 书之后，哎呀，我的脚啊痛啊，所以 after dinner 哈。打算找最靠近的 shopping mall 买鞋子，好麻烦哦，麻烦哦，麻烦哦。好 ，everybody， look at here， say hi。哎，你乱拍的，头都看不到。啊？看得到啦，看得到啦。Everybody inside。吃饭，吃饭 ，dinner， dinner。这里的酒店，这里的一切都是很 perfect 的，很 wonderful， 很漂亮哎。非常非常的 unlucky， 那次在 shopping 买的鞋子不对 size 啊，所以穿的脚很痛，所以特地来这个 IG shopping mall 找鞋子，这小孩子的。搞笑，特地来拍这买一双鞋子。